好，今天就可以把巡回赛给打完了。瓦利欧啊，瓦利欧跟库巴泽亚杯，先库巴泽亚，再瓦利欧。OK， 没有要买的。下面已经全部解锁了，看起来真是非常的舒服啊。光隧道这样竟然会吃到香蕉。因为我不控制我不同啊，这速度加快没有多少。又到机票券，我会尽可能消耗掉道具票券的。什么？纽约分钟的 battle 版本？然后说，我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气球好了。这里面竟然没有奇诺比科的，或者是那个图加宝宝的，只有罗杰塔的，选择不够啊！气球也没再新增啊，就是妥妥的不再更新。伤害，这么多，
我靠，真打一片啊！出去啊！火焰球。好呗。好了，下一关，反正这一关打很多次，对战其实都蛮无聊的，没他，只要有五颗星就好。要得分，等之后备赛的时候再说。对战破坏道具相似吧，好简单。他怎么变打痕的了？刚才都没打痕啊。甩错边，现在怎么常常甩错边呢？到底是怎样？还是我清洁画面，可是我开始播以前我清画面啊。哦，满分了，可以。
把该升的都升一升。干得不错啊，继续解锁。好，最后一次解锁了，不错。我们的速度非常快。哦，还要再一张啊。好了，那么就是最后一个杯赛了，瓦利欧杯。简单啊，新纪录了910分。让我们继续啊。后面那几个那个水中推进器都还开着呢。掉下来并不会自己死掉，打中，哈哈哈！炸弹用狗的狗过去直接炸，直接都被我预测击中。
我没有吃到加速器啊。可恶，都是刚才那个路易吉害的。月下三姐公路 RX 的版本。怎么不见了？我要是红龟还在，我可以直接把它打掉的。我红龟怎么不见了？刚才是什么情况？红龟怎么不见了？我被一个没有徽章的领先了。我有种感觉，就是使用 SMC 马力哦，使用模糊速度比其他的都还要快。招牌动作来了，招牌狂热。哇，就这样子轻轻松松的结束啊。
么奇诺比科也上榜了。巴黎蜜服装目前是最强势的蜜服装。啊，没在用啊，所以还在二等。三等啊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用过，可能有机会。我们还有一个大赚金币活动，不是大赚金币哦，金币冲冲冲活动，也不能算是活动啊。哎。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。GP 冲冲冲，打领带的角色跳跃动作20次啊！我有这种角色吗？好，我之后再试试看啊。我有这种打领带的角色吗？领带长什么样子啊？真喜刚这种的，这个算是吗？可是他这一场好像完全都没出场过，这个算是吗？这算披风吧。好，我们就有再说，我看一下目前怎么样啊？来到81000了。但还差了9000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我们就等到直播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打金币冲冲冲再结束。金色马里奥，我也觉得可以把金色马里奥养起来。他在经过金币的时候可以吸取金币，可以把它养起来，蛮实用的。但是狂热的赛道可能就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